我们被送到了一个孤岛上的城堡，那里是一个神秘组织的基地。和我一起上岛的人无一不经受了惨无人道的训练，有的人成为了杀手，有的人成为了间谍，而我被派去给一群疯狂的怪医当助手。他们吧，虽然行为很疯狂，但医术确实很高明。除了给他们的医学实验打下手，我还要负责整理资料，打扫卫生。那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，让我无时无刻不想离开那里。啊，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很简单，我假死。假死？没错，我在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可以让心脏暂时停止跳动的药物，我利用它伪造了自己过劳猝死的假象，那群老鬼就把我埋在了城堡附近的墓地里面。等他们走后，我就从土里面爬了出来，并且离开了那个人间炼狱。就算是现在，晚上梦到那几年的经历啊，还是会半夜惊醒。对不起，林浩，让你回想起这么多痛苦的事。没关系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啊，不过你要替我保密啊。嗯，打死我也不会说的。那就多谢你了。不好。啊，怎么了？那辆红车严重超速，行驶轨迹也不正常，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故。哎，快看，撞车了！哎呀，快报警，叫救护车！混蛋，哪个不长眼的敢挡老子的路？就这车是吧？看我不打死你！这是什么人呢？明明是酒驾，还这么嚣张！黑车里的人晕过去了，好像是个孕妇。孕妇？林浩，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帮忙啊？我过去看看。喂，黄毛，那车里的可是孕妇。亲爱的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腰、糟糕，已经开始漏油了，随时可能会起火爆炸。不太妙啊，孕妇已经晕倒了。林浩，怎么样？是有人受伤吗？若兰，我想办法把人救出来，你快去取医药箱。好。车门被撞变形，卡住了。要不要去帮忙啊？还是算了，万一被人讹上怎么办？对，哎，糟了，已经起火了。林浩，我没事，快把药箱给我。小伙子，你还是等救护车吧。他现在大出血了，不能等了。想要同时保住胎儿和母亲性命，只能铤而走险了。百会、神庭、风池、人影，这些在医书里都是死穴啊。林浩，你怎么？放心，只要时针恰到好处，这些都是救命穴。都让让，别看了，给救护车让路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幸亏做了紧急处理，不然凶多吉少。小伙子，谢谢你救了我女儿的命。不用客气，这都是身为医生我应该做的。您快去照顾家人吧。哎，咱们走吧，这里没有我们什么事了。哦，好。站住，你打我老公这事儿怎么算？自然有人跟你算，你看看后面。你们两个酒后驾驶造成严重事故，跟我走一趟。臭小子，你叫林浩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今后有你好果子吃。林医生，林医生，哎呀，外面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有急诊？林浩，你给我滚出来，不然我就砸了你的诊所。妙手神医每周二、周四、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想快速止血，必须上去云门，下按阳关。只要进了这门，都算是我的病人。萧姐姐，你不会以为我只懂医术吧？就凭一群乌合之众也想来教训我，下面就交给我吧。